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阮浩中，在《廉政行动2024》入面饰演的是林耀臣，是一个金融财俊啊。我哋建议你暂时入住，用公司的名义，以宣传的理由。呢一个地方很特别嘅，系廉政公署的录影会面室啊，即系问话的地方。好似嗰啲补习社咁啊，而家。我知道你唔系。咁好明顯，我係應該犯咗少少事，所以被帶到嚟呢度啦嚇。嗱，呢間房係比較特別嘅，我見到有個好大個哈哈鏡喺度啦，上面又有兩個閉路電視頂緊過嚟，有個大電視，唔知係點樣運作嘅。